现在这边山里雾很大，我不知道这边摄像头能不能看得清，反正能见度大概只有二三十米的样子，雾超大的，我操，超大的雾，我操，这个季节，这个天气进来跑山真的是他妈的遭罪呀，这哪是跑山呀，兄弟，哎呦，我的天。其实轮胎的抓地力要比我预计的预想的要好，这反正小幅度的压弯它是没有问题。待会儿我们跑到黄山去看一下到底压了多少，好吧？现在我也没数，今天压的有多少。这个急弯，他不敢压。就这个季节，唯一就是不敢压，因为他那个胎温绝对达不到他最理想的工作温度，所以说理性压弯。
天，差点意思。就一直是今天摘着跑，而且现在有点下雨，加着跑说实话有点遭罪。我这边山还挺高的，下面有山，这个山估计十几二十米，摘了压弯没压得过去就凉了呀，兄弟啊，压弯没压得过去就凉了。夏天可以来这边跑一下，真的非常推荐这条山路。哇，真的，我今天跑了一下新世界，我操！有机会我夏天一定要来跑一次。加愉快啊！